对决叶问，大家才注意到这个中国男星张晋身手不输甄子丹，武打更有个人特色，千呼万唤下换他当主角。酒吧界已经有人被毒品害死了，这件事不简单，不要再追究毒品的事一定要解决。 You Chinese think too highly of yourself. Always wanting to be the hero. 威力立你的咏春张天志，拳拳到肉又有独特艺术美感。张晋9岁开始习武，24岁前就是武术冠军。退役后加入著名导演袁和平的袁家班做替身跟武术指导。我得跟大家说说张晋啊，我们两个呢是卧虎藏龙的时候在一起工作。张晋卧虎的时候，有一些，因为就蒙面的那场，因为特别飞檐走壁的时候。好人缘让张晋从幕后走到幕前，武功真的好，但身世始终远不如早早就成名的老婆蔡少芬。直到入行20多年后，被王家卫相中。最佳男配角，张晋。拿下金奖后，张晋在《叶问三》表现出色，甚至演出好莱坞电影《环太平洋》。这回回归东方武打美学。暌违18年合作的杨紫琼也惊讶惊人成长。张晋佢识游位，佢系好准，咁变咗我同佢打嘅时间，我好放心。出嚟嘅效果咧，个个都喜欢，所以好值得俾观众欣赏。演活张天志，成为新一代武打巨星，张晋取得先机。